目很火，有没有可能就是会考虑参与真人秀的演出？那暂时还不会。对，那因为我本人本身的性格问题不是很放得开的那种。好，我再追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一般呢，像我们都有场景布置，比如说那个甄嬛，她就在个桃树的前面，你这尊蜡像你自己最想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？就目前这个场景里面，它得有个位置摆放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比如说你周围是需要什么道具啊，或者周围需要小狮子，你说你自己说。小狮子办公，好好回答吧。你说了，我们就去帮你做。但是大家就来了以后看到的不仅仅是他，还有旁边的一些道具场景。我家人旁边。希望他们家人。我透露一下，你的家人在那个屋。好了，刚刚走过来看到了。看到了。你有没有？有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个揭幕仪式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成功。当然，你还有一个工作，粉丝都来了嘛，是吧？也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跟你一块儿合个影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粉丝来到舞台前。